网红产子父不详，天后被谁播种守口20年。向事前帅军传出未婚产子，而且生父成为最高机密。过去演艺圈有不少例子，从网红到天后都有。比如网红 J 妹曾经自曝已怀男娃，问及孩子的爸爸是谁，她却又爆料只爆半套。她答：“这个是个人隐私，我想保密，你可以说是父不详。”还征求新男友帮忙带娃。最有名也闹最大，至今仍是悬案的，则是台语电音天后谢金燕。她20年前未婚生子，对儿子生父身份守口如瓶。曾有爆料指是杨宗宪，但谢金燕的哥哥谢顺福表示，除谢金燕本人，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传闻都只是八卦臆测。